欢迎回来啊！这个 UP 主模拟器，我是中boy啊。那么，前两期的视频的话呢，因为是一起录制的啊，所以说有一些东西我是没有看到的，是吧？那么有观众说啊，这个商店这个地，哎，不是这个地方是吧？有一个什么炼金药店啊，反正就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你可以购买你的体力。那么你这个体力越多的话呢，你每天能做的视频也就越多。但是现在存在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他妈的一毛钱都没有，就是一块负的。我当播客已经当了27天了，我原来我100块，我花那100块我去做生意，我现在都不知道有多少钱了，对吧？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作为一个这个七八线的这个小解说啊，有1000多的粉丝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啊，现在我的这个 vlog 的播放是非常可观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去录制这个 daily vlog， 这个标题还是不能改啊，哎，不管了，反正大家对这个vlog 的这个兴趣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我们就继续录这个 vlog。 也有观众说这个游戏玩到后期的话呢就有一些无聊了啊，就基本上就是重复这些事情，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玩一个初期就 OK 了但是目前来说我这个我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啊，27天了，对吧？所以说呢，我决定把重心放在我的这个 vlog 上面，我至少要把我的这个钱啊给他，是吧，保持一个是一个盈利的状态嘛。我现在是一个亏损的状态，还是不太好的。我的这些粉丝非常喜欢看我的这个 daily vlog， 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我是比较郁闷的，是吧？然后我这个地方有3个系列，我们就继续慢慢的录制这个3个系列，是吧？一天4个视频，1个 vlog， 3个游戏视频，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安排。哎，这一期的播放挺高啊，要过1000了啊，没有过1000，快过1000了。你看啊，如果说保持这个样子下去的话，哎，我这个钱数马上就可以上来了，对吧？哎，我还是比较的开心的。现在好吧，我现在来看一下我啊，没有技能点，操你奶奶。哎，不管了，这些东西都离我太远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来做我的这个视频吧。啊，目前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吧，这一期应该这个资产应该就可以上去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人气，现在作为有1000订阅的播客，能有这个播放的话呢，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啊，何况我们现在是在游戏当中呢，是不是啊？游戏当中我们就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在纠结这个游戏的不科学性，对吧？你一个游戏你跟他讲科学性，这个也就太不科学了，是吧？游戏嘛，就是用来玩的，开心就好。慢慢开始赚回去了，慢慢开始赚回去了，是吧？90多变成了负的82，还是可以的啊。 daily vlog， 你看这个播放多吓人。为什么我要来做这个游戏播客呢？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啊，妈了个鸡鸡！现在这个 daily vlog 的这个播放能稳到1000以上，哎，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算成功算失败了。哎呦我的天哪！明天的话呢，我们就录一个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这个话题视频的播放能有多少，能不能超过这个 daily vlog？ 没准可以超过这个 daily vlog 啊！我都录了快100个视频了啊！我还亏了那么多我简直太失败了，在这个游戏当中啊，而且我都做播客做了快1个月的时间了，你们知道吗？哎，又有人喜欢我的视频了，我都做了快1个月的时间了， Holy shit。 好，没错啊，就按照这个趋势继续的发展下去，是吧？我就可以变成这个拥有10000订阅啊，可以赚很多很多钱的一个这个超级3线大播客啊！你看我这个金钱马上就可以上去了。好，我们今天就来录一个 basic vlog，
好吧，我们今天看一下，这是一个关于 YouTube 的话题，我也看不懂，因为我英语太渣了啊。不管那么多吧，啊，有人说啊，你要是选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那种话题啊，观看的人就比较的多，是吧？但是我看不懂，我就只能乱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这个话题的话呢，播放也是非常稳定，可以过千的。对，我现在非常怀疑我的这个人生是不是点错技能树了。嗯，就是这样。我要不要今天再去录一个这个 daily vlog 呢？啊，好吧，今天再去录一个 daily vlog。我是一个失败的游戏播客，真的，我太失败了，这个就简直就是两倍嘛，看到没有？我的天哪！好，我的订阅过2000了，我觉得现在的素质的话呢，可以，我来看一下现在的评论，现在啊，正面的评论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已经不会出现一些喷子了，啊，是吧？挺好的一个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继续来录一个游戏的视频啊！我看一下，在32天的时候，我能不能就是我这个金钱能回本？你看，我现在录这种话题类型的视频啊，一个视频能赚十几块、20块钱。哎，为什么这个 Angry Penguins 这一次，播放挺高的？哎，我现在2400的订阅了啊！我的人生终于要走上正轨了吗？啊，终于！要走上正轨了吗？我太开心了！现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再去录一个这个话题吧。啊，新的狗狗啊，大家肯定对，哎，好吧，我们就来录一个新的狗狗。大家对宠物这个话题的话还是比较敏感的，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差不多有2500的订阅了啊，所以说这一期的话题的播放的话呢，感觉有些惨啊，不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啊。你这不是养了一条新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我们看弯弯都看了那么久了。好吧，好吧，我们继续录制这个游戏的视频啊。我的订阅量，我刚说了一个我的订阅量，是吧？就有人，又开始喷我的视频了，然后我的订阅又开始少了。为什么别人喷我的视频，其他的人会跟着取关呢？我想不通了。你看吧，这个评论都是可以的呀。都是比较正面的评价呀，没有说是我录视频有多烂啊 ，Holy shit 啊，好吧，我又只能靠这个 vlog daily vlog 来挽回我的人气，我，他们都是变态吗？啊，我的观众都是这个偷窥狂魔吗？就是喜欢看别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啊，你们都是偷窥狂魔吗？我的天哪，你看我的 daily vlog 的这个日常播放要过。2000了，我马上就可以处于这个不是亏损的一个状态了。我 OK， 4块、5块、6块、7块，好，我现在已经回归这个正常的轨道了。不过我们睡一觉的话呢，是吧？我们这个金钱，你知道的，我睡了一觉，这个金钱又倒回去了，没有办法啊！哈哈，我今天还是继续来录这个 daily vlog。我现在没有办法了，我必须先赚钱，是吧？然后才能去玩一些其他的新的游戏。然后我要看一下观众对于新的游戏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播放会不会瞬间的爆炸？是不是？哎，你看。现在录一个 daily vlog 的这个视频可以赚20多块，我要停止录一个这个愤怒的企鹅，我们要停止录制这个愤怒的企鹅，然后开一个新的游戏坑，因为我们去开一个免费的游戏坑啊，然后的话呢，今天一过之后，这个金钱的话呢，肯定就是这个处于这个亏损的这个状态了啊，想都没有想，是吧？因为每天现在花的钱挺多的，哎，又一个人喜欢我的视频了，涨了300多的订阅。好，我们要开始录制一个新的系列了。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开始录一个新的游戏了啊啊！就这个，我们在这个 Tube Tycoon 里面录制 Tube Tycoon， 有毛病，简直是有毛病。来，我们看一下第一期的这个播放是什么样的，是吧 ？Single Player 单人游戏。Holy shit！
看吧，观众对于新的作品出现的话呢，还是充满好奇心的。但是我是一个游戏播客呀，你播放能不能过2000啊？啊，还没我 daily vlog 的播放高呢。啊，妈妈说是吧？标题起得长才有人来看嘛，是吧？这个在视频界应该也是一样的定律。你看到没有？这个播放的话呢，还是增长的比较快的。OK。我们再睡，我们今天再睡一觉的话呢，看到没有，我已经过了3000订阅了，我们已经从7线的小播客晋级到了6线播客。那么我现在开始的话呢，逐步的走上了这个正轨，我已经不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了，就算我睡觉去，看到没有，睡了一觉我还是只有18块钱啊，已经不是亏损的状态了，这个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的不错，32天。啊，人生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是吧？我看到很多观众都说啊，我录到30多天的时候，我已经有啊多少多少万的订阅了，我已经有几千块了，唉，我太失败了啊！我要解锁那个一个技能，是吧？我要解锁某一个技能，那个技能在哪儿？我要解锁这个技能 ，OK， 我解锁了这个技能。我不知道这个技能有什么用啊，反正解锁了这个技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这个地方买这个炼金药水了啊，有3种炼金药水。OK 啊，我们这个药水的话呢，可以这样分一下，这个药水的话呢是，关于你的这个人气的一个药水，但是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功能，就可能说是你买了这个药水之后，你的人气会蹭蹭的上去，不太清楚。然后这个药水的话呢，是关于你的这个个人能力，就是应该是跟这个精力有关系的药水吧。然后这个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时间药水。我现在我搞不懂这些药水，我只能看一个大概的名字，它具体有些功效，我们只能买买看，是吧？我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所以说。哎，我还是去买一个时间药水看一下吧。啊，下面还有这个啊，这个分支了，是吧？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我看一下啊，这个人气药水的话呢，有这个关于你的这个运气方面的，我的好运会来，是吧？买了这个药水之后，这个东西的话呢，是应该是关于总的这个订阅数或者说观看数有所增长的一个药水。我们看一下这个能力的话呢，哦，找到了，这个就是日常的我们的精力的药水了。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是这个经验的药水，我要一个这个精力的药水吧，啊，我每天就可以多录一些视频了，对不对？ OK 回到办公室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继续录制这个 Tube Tycoon 啊，来看一下啊第二期的播放会是如何啊？大家有观众发现了这个游戏一个 bug 点，就是说有些时候啊，你录一个新的系列，你的第二期会比你的第一期的播放还要高。那么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要做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是不太容易的。对，现在的话呢，平均播放能在1000左右了。但是我现在我在考虑我要不要转行啊？我简直就是一个垃圾，现在感觉。啊 ，Daily Vlog 的播放那么高，然后其他的播放就跟 Daily Vlog 的播放比起来的显得过于的平淡了一些了。哎，我要买药水，我要作弊，是吧？我接下来要去买的药水就是关于我的这个订阅数和我的这个播放数的药水。你干嘛了？你就恨我了？你又喷我啊？这个游戏特别不科学的一点就是，别人一喷你，是吧？哎，我完了，我又付1块钱了。别人一来喷你呢，哎，其他人就会跟着取关，我不知道为什么呀？啊 ，OK， 大家目前来说对这个 Daily Vlog 的这个兴趣的话呢，开始有一些下降了，啊，但是。播放肯定还是会很高的，看到没有？我想不通啊，我真的要转行吗？你看一期 Daily Vlog 播放能有5000啦，10000吗？为什么赚了60多块钱 ？Holy shit！ 我要去买药了。对，啊，第二瓶药就要1000块了，你奸商啊！你知道我赚钱多么不容易吗？啊，你。
我们来录一个关于这个独角兽的话题啊！你知道我赚钱多么不容易吗？你就这样坑我，第一次50，第二次100，第三次不是150啦，或者200。Holy shit！ 看这个播放那么的惨淡，哎，不过还好吧，是吧？慢慢的在增长，因为我的这个订阅数的话呢，也在慢慢的增长。好，又增加了多少多少订阅？我现在100块了，我去赶紧去买一个这个增加名气的药水啊，关于我的这个运气的药水啊，更多的人来推荐我的视频啊，这个样子我就会增长很多很多很多的订阅啊，我就能从6线小解说蹦到5线的小解说，嗯。最终啊，我会变成一个超级巨星，就像 PewDiePie 一样啊！好运气来了啊，增加了300多的这个订阅，好去睡觉去，付10块了啊，因为今天花了100块嘛。好，来我今天到这儿看一下这个今天的 Daily Vlog， 是不是它的播放到底能破多少？我现在已经非常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奇了啊！哎，我总感觉破不了之前的那个数了啊！今天的话呢，比较正常这个播放，因为昨天的那个 Daily Vlog 的播放实在是有一些逆天啊。OK， 订阅快4000了啊，然后的话呢，再去录一个这个 Tube Tycoon 第三期。我在想，30多块钱，我要不要去买一个新的游戏来吸引一下新的观众呢？停更吧，啊，我们猫里奥要停更了。去录一个，去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游戏，我们去录一个新的系列啊，再来吸引一下新的眼球。哎，你干嘛了？我不是买了那个幸运药水的吗？啊，你逗我呢？买了幸运药水还给我减订阅，我被你们坑了吧？哇，你看到没有，又来了。我好失败啊，我这个人真的。我看一下有什么新的游戏可以买啊。地铁2033有什么免费的单机游戏吗 ？Full Life， 这怎么翻译它呀？啊，完全死不了二是吗？Light Soul，Light Soul Two，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名字 ，Need for Sleep。啊 ，Birdman， 这个名字太好玩了啊！我再来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太贵了，我还是我看一下 Pokemon， 我是不能再录了啊！我们来录这个 Full Life 吧，好吧，我们来录一个新坑啊，好吧，我们来录这个 Full Life， 完全死不了二，来看一下。效果会如何？完了，大家对我的新游戏完全提不起来兴趣，真的。你看我这个新的系列和这个猫里奥播放就多那么几百，我是一个失败的播客，我太失败了，我的妈呀！来看一下啊，一个话题，我已经连续减了多少个订阅了啊？你的那个药水真的管用吗，老大？我到底干嘛了？你看到没有？啊 ！I hate your intro， 他恨我的开头，我的视频开头怎么啦？你们就开始喷我的视频开头，你们有毛病呀？哎呦，我真的，我现在只能靠我的 daily vlog 来活了，开始没有以前那么高了。这说明一个什么原因呢？我要过气了。对，我一个新人出道一个多月的新人播客，我马上就要过气了，真的是太棒了。对，我们去看一下啊，是不是要卖150块了啊？果然要卖150块了，妈的奸商啊！Full Life 2第二期，你看第二期的播放肯定比第一期的播放要高了，是吧？好，我今天我跟你们玩心机，我不知道在这个游戏里面有没有用啊？有一个技能点，现在我跟你们玩心机，我今天我就录3个视频，我去睡觉觉去了。
哎，我今天就录三个视频，我就睡觉就去了。然后我今天我不录 daily vlog， 因为我发现 daily vlog 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下去了，我不录了。我今天我不录 daily vlog 了，打我呀！啊，我知道你们很想看，哎，我就把你们的这个兴趣给提起来，嘿嘿嘿！哎，我今天就故意不跟，哎，我气死你们！哎，取关呀！啊，妈蛋！哎，好好好 ，late。那么我今天的话呢，我就录两期视频。哎，他们肯定会在想啊，这个屁股 boy 怎么了？他是生病了吗？他不在状态吗？啊，难道他要退出他的这个播客世界了吗？更新越来越少了啊，是不是？然后，对吧？第二天一个 daily vlog 一出来。啊，大家感觉到这个兴奋和狂欢，哎，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个邪教组织去了。好 ，daily vlog， 来看一下啊啊，如果说这一期的播放没有上去的话，就只能说明我太失败了。啊啊，我现在内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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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啊，好，就是要这个样子，对不对？哎，一天不见啊，十分想念啊，犹如时隔三秋一般，哈哈哈哈！播放量过5000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天没有跟这个 daily vlog， 你们有必要这个样子吗？啊，我真的是我已经看透了这个游戏的本质，啊，现在要做的就是花时间经营它，然后击败 PewDiePie。成为世界第一大的播客，对，没错，就是我。然后我会有很多的 money， 然后我就会去嫖。啊，不对，我干嘛了？我刚刚不是我说的啊，刚刚我这个大脑受了其他的这个外部的因素的控制，不小心说出了那种话啊。OK， 已经有4444的订阅了。好，那么我看一看啊，我们再去录一个 Half-Life 2。Full Life 2，对啊，37天，我的播客生涯终于走上了正轨啊，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的话呢，也就先到这儿了啊。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一个点或者关注一下我频道、新浪微博都可以的。那么关于下一期的这个视频的话呢，这个 Tube Tycoon 的话呢，我没准还会录一期啊，因为这个东西录到后期的话呢，已经就是。教科书式的了啊，每天就干这些事儿，你就保持你的这个人气和金钱不断的增长就行了，到后期会很比较没有意思的啊。我们现在的话呢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啊，我们下一期的视频的话没准就可以变成一个10万级的播客啊，2线的解说，没错。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一个这个小坨坨可以吃，吃了可以变大，我按这个空格键可以分身吗？不能分身啊，所以说我只能这个。